咱们俩的账怎么算呢？你动我女儿有什么能耐？我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现在是警察的通缉犯，你狂什么狂？啊！你这种人，你也就拿我女儿威胁我，你凭什么对她这样？有本事冲过来，我现在就在难道上上，你来呀！好，咱们俩看谁斗得过谁。把门开开。
啊？我不动你了，你知道你爸爸现在在哪儿吗？啊啊！你爸爸现在正在南岛大山等着警察抓他呢。非宰了你爸不可！边看看，哦，来，哦，好的。我们俩还是分开找吧，啊啊，分开。哎，不，不行，不行，一会儿我再丢了，我再找不到你，我就害怕了。一起走吧，好吧？好好好。咱们到那边再看看啊。来这边，过来。哦。报告正主，他们在一楼大厅寻找。杀了吧，杀了，谁让你杀了？大哥，你不是把他杀了吗？我说杀他了吗？啊，得听我的，知道吗？好，听你的。我说杀才杀，啊，好。但是这孩子早晚得把他杀了，连孔亮一块杀了。
没说具体在哪儿啊？没有。哎，萍姐，咱们去那边看看，好不好吧？哎，萍姐，你也累了，要不这样，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去买点喝的，好不好吧？啊，这儿，嗯，大王一号，他每天上楼，向咖啡厅方向走去。各组都给我定好了，目标马上就要出现。好意思啊，谢谢啊。别回头，就这么听我说话，相信我是清白的。从现在起，用这个号码跟我联系。你要配合小小，一定要查清证据。我相信你，我什么时候都相信你。家里的事情有我，你就放心吧。等着你回来，孔亮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女儿找回来。苏林背后那个女人是谁？他们是不是在说话？啊？各组注意，目标已经出现，就在二楼咖啡座，各口都守好了，三个组一起上，一定要抓住孔亮。孔亮，你和我说句实话，小杰他会不会一起？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小杰找回来的。你也要注意安全啊！孔亮，快跑，他们抓你来了！快走！通道口，目标朝你们这儿过来了。
发现同样的车。在哪儿？三号出口。三号出口在哪儿？那边。各组注意，目标已经向公路方向逃离。四号，目标正向你处靠近，一定要给我拦住。给你爸打电话，快啊，快啊！
小琴，喂。快告诉爸爸，你现在在什么位置？你说话呀，小婷。你刚才给我打了一电话，号码是……你等等，13902309882。
借此来国王的安全要拜托盛先生已经查出是会飞的鱼。什么？会飞的鱼啊？对，你尽快的找到它。好，快。知道了。缩小到第四大街，但是还不清楚是哪个网吧。我知道了，你给我把它缠住，我再找。
我知道了，你给我把他缠住，别让他现在下网。还认识我吗？跟我走。相信我，真的，那个人真是太凶了，我当时真是吓坏了，好像是要把孔爹给吃了一样，我真是太害怕了，当时。快到了吗？啊，快了，再往前面有一个胡同，拐弯就到了。苏小姐要出门啊？是那边？对。我了解孔亮的为人，我不怀疑他，我也知道你对他的感激，所以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帮他。你不告诉我他的去向也没有关系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帮我转告他一句话，不要再和警方对抗了。当警察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。
是这儿吗？是这儿啊。没错，那天我们就躲这儿了。对对对，就这儿，我敢肯定。然后他是在这个地方被那个人给揪走了，他是在那儿被拉上车的。疯子，是我，你怎么又擅自行动？就这儿，还有车？对啊，他们开车走的。往哪个方向去了？就那边。让你跑！你他妈！